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台北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迎接兔年，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举办新春挥毫兔新年的活动，邀请中国书法馆书法家们及书画家周瑜祥现场挥毫，还有德兴幼儿园小朋友带来可爱的贺岁表演，让洽公的民众提前感受热闹的年节气氛。德兴幼儿园小朋友手拿铃铛与金彩带，带来新春贺岁表演，让现场充满年节热闹气氛。大同区公所举办新春挥毫赠春联，结合红兔大展人口政策宣导活动，透过扭出好运亲子同乐，让市民朋友从游戏认识人口政策内容。现场大同区多位里长与贵宾都到场参加，区长还准备金币、金元宝，还有春联挂饰发送给民众和小朋友，让大家沾沾喜气。因为春联啊，按照我们传统的习俗啊，是早期是在辟邪使用，那演变到至今啊，已经是一种祈福的活动。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举办这个新春挥毫啊，最主要就是想把福气啊分享给大家。那同时啊，我们也结合人口政策，希望能够扭出好运，哦，来帮人口政策来宣导，也针对台北市的人口啊来强力宣导。然后我们会致上我们新年的礼物。那最重要也借由我们这一个挥毫的时间啊，宣扬我们今年2023台北灯节在台北。那这一次啊，是暌违23年台北灯节又回到台北。那我们希望是说，以往都是由单一行政区来举办，现在是用时间光廊的方式啊来串联各区。那台北大同灯区是在永乐广场，那主要是用幸福树的方式来呈现，也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那届时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啊踊跃参加，谢谢大家，谢谢。天天跟菜鸟都在心里搞，尤其是挥毫，每年看到李老师就说：“哎呦，跟你搞，实在是很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没外久就今年过过年哦，所以今年来啊，胡总说啊，都要往大同区啊，胡总领导之下，会将和大同区真大发展。所以感谢借这机会，感谢胡总爱及各位同仁对大同区的发展，以及对大同区的这个未来哈，有很好的愿景哈。活动邀请中国书法馆李清和馆长团队以及徐景煌书法老师挥毫赠福气春联，也邀请天才书画家周瑜祥现场创作各式各样兔年插画春联，造型可爱的兔子搭配祥兔献瑞、扬眉吐气等兔年吉祥话语，相当讨喜。因为明年是癸卯年，癸卯就是兔年啊，所以我们今年写春联的重点是一个平安健康，还有一个兔子，就是最近那个新会很肆虐啊，所以我们呢，是以平安为主啊，所以他的今年的春联都几乎都以平安为主题啦，比如说平安顺心啦，哈。大同区公所借由每年举办新春挥毫活动，不止弘扬书法文化，也宣导人口政策，并为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增添热闹气氛。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2023脸部平权运动台北国道马拉松将在3月12号登场，今年续开 3K 赛事，广邀民众跑上国道支持脸部平权，同时欣赏畅行无阻的国道景致。脸部平权活动大使任嘉萱 Selina 和阳光商友代表王静文号召民众报名响应支持脸部平权路跑，邀请民众把握机会体验一年一度畅行无阻的国道景致。我本身自己呢，也曾经跑过2次的半程马拉松，然后我自己还记得那时候跑完的时候，应该说自己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在过程中很多心路历程，那只有跑者会知道的心路历程，然后跑完当然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自信跟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记忆我还记得，所以上次在鸣枪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在国道跑是这种感觉，这种风景我自己没有尝试过，所以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如果今年还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参与，不要说参赛啦，就参与。然后我就知道说今年有
当然有全马，有半马，还有10K， 更亲民的是还有3K。3K 就是属于你从来没有路跑经验的人也都可以参加，只要稍微的训练或者是可以督促自己，就是稍微动起来，我们都可以参加。所以今年我会参加。其实马拉松大家都已经都很熟悉，很知道，很多人也都非常热衷的参与。那我想在国道上呢，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平常没有那么容易你可以走上国道，就踩在国道上。所以我也鼓励很多就是已经是马拉松的好手呢，也许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机会来突破个人的 PB， 因为它就相当的平坦，相当的好跑，所以一定会是一个让自己有更好表现的机会。然后再来就是有兴趣想跟我一样就是稍微动起来的朋友，第一次跑或者第一次接触的也可以欢迎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一次有 3K 很亲民，就是我们散步快走也可以完成。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家的一起心在一起，在国道上我们一起跑出我们的实力，然后秀出我们的美丽，一起用行动支持脸部平权运动。从小热爱跳舞的王靖雯，19岁时因为一场意外，全身74%面积3度灼伤，历经清创植皮手术后忍痛复健，最后在阳光基金会的心理辅导和专注练舞过程中，渐渐展露自信，如今也能大方展现舞蹈实力。那时候就是穿压力衣，还有脸上的疤痕，就是走在路上都会被人家看，就是心里会不舒服。但就是好险有阳光的社工还有心理师，就是我都会跟他们讲心里的话。后来就是社工也邀请我拍这部影片，所以那时候也是讲出心里的话，就是疤痕只是记录自己的勇敢，这样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应该有的尊重。我也蛮认同脸部平权这个活动跟精神的。其实我在求学跟工作的路上，其实遇到的同学跟同事都还蛮好的，就是他们不会用特别的眼光来就是特殊对待我，就是都也是对我蛮好的。因为其实像我也是喜欢跳舞，我在跳舞的路上其实也遇到很多就是年轻人，就是他们也都蛮好的这样子。然后我在跳舞的路上其实也都是靠的实力这样子。阳光服务的服务对象，颜面损伤和烧伤的朋友，在经历艰难的复健历程之后，能够站上马拉松赛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过去5年来，已经有350位以上的阳光朋友，他们为了能够力挺脸部平权，他们拿出了勇气和自信，站上国道来为脸部平权而跑。此外呢，还有超过23000名的跑者来支持脸部平权，所以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说，哎，有这么多人的朋友，这么认同脸部平权运动。然后不管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站上国道为脸部平权而跑的伤友们，或者是说来参与来力挺的跑者们，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们一个很热烈的掌声跟肯定跟鼓励啊？谢谢，我们希望今年可以更突破往年的这个参与的人数哈。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很衷心的感谢为了平权一路力挺我们的 Selina， 她的这个努力的号召，然后在其实一路上也都作为我们很多商友的典范。那这次呢，我们很希望说在疫情过后，疫情解封的2023年，能够影响更多的民众来报名来响应。那我们希望3月12号这天，希望有更多朋友能够来加入我们，成为一个支持脸部平权的跑者，来为很不容易的阳光烧伤眼损朋友们来加油打气，也为脸部平权运动而加油打气。路跑协会携手阳光基金会举办国道路跑已连续28年，业者除赞助外也号召员工参与。那我从2018年以来呢，就是持续的在赞助这个脸部平权运动啊。那我们对于这个议题也是非常的认同以及这个支持。那这也是响应到我们
企业社会责任跟这个企业永续发展啊 ESG 的精神。那今年非常就是庆幸是说也随着解封，所以我们公司特别号召了就是超过80名的同仁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对对，那也是希望就是社会大众呢都能够认同这个议题，然后一起共享盛举。那也预祝这个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今年 Selina 特别为跑者设计2款使用配件，欢迎大家报名赛事，在当天秀出独一无二的穿搭，在社群平台分享就有机会获得发带和两杆巾，鼓励参赛者跑出自信与健康。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儿童发展迟缓发生率大约是6%到8%。以台湾来说，每年约新增10000名的迟缓儿。为了要帮助迟缓儿尽早接受治疗学习，全联福利中心携手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爱从一开始”一块无限大的公益募款活动，并邀请知名艺人凤小岳担任爱心大使，让小小的零钱发挥无限大的力量。记者会上，璇璇一看到小月叔叔立即讨抱抱，酷帅的凤小月也立即变成软爸，温柔的与璇璇说话。两人因为合拍公益影片建立情感，已经为人父的凤小月说，璇璇真的很不容易。璇璇她很心中很宽大，她很愿意跟人交流，然后她很愿意分享，然后她很愿意就是把别人带入她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 很让人感动的。在拍摄现场看到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人员对迟缓儿的用心，也让凤小月相当感动。第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投入，然后非常的就是真的是在那边付出自己全然的爱心，然后自己的还有劳力啊，其实很辛苦，你知道吗？这项由全联携手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所发起的“爱从一开始”一块无限大公益募款活动正式起跑。除了邀请知名艺人凤小岳担任爱心大使，第一社福董事长更希望透过遍布全国的全联门市，能让社会对迟缓儿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解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更重要，接纳他们，了解他们。所以全联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我听说有3个月在全省1000多家的地方，那能够他们就至少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特殊儿童的孩子。全联配话的张董事以及呢全联福利中心刘协理，我们一起来。以璇璇来说，因为早产出生时只有467公克，跟伴随多项疾病。不过在2岁半进入第一社福接受早疗服务后，璇璇这位巴掌仙子进步迅速。第一社福方面因此期盼透过与全联的合作，让更多迟缓儿有机会在0到3岁的黄金期接受早疗服务。早期疗愈对发展迟缓的小朋友其实有很多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在0到3岁的这个阶段有更好的发展，然后可以顺利的衔接到一般的幼稚园或者是国小去做一般融合的教育活动。这也是全联福利中心的爱心扶人后率先捐出，全联也率先捐出100万元为募款活动暖身。根据全联方面统计，P+Pay点数捐在2022年整年总共募得5800万点，相当于580万元。全联因此期盼借更为便利的捐款方式，鼓励民众发挥爱心。未来的话，我们在全支付的这个系统上，还有在这个 ATM 的系统上，都 ready 好了以后，我们会有更多元的这个募款方式，跟我们的这个合作单位一起来完成每一波的这个梦想。除了协助募款，为了关注偏乡地区发展迟缓儿的需要，全联也透过行动超市车，结合第一社福的行动玩具车进行宣导及筛检，提升通报率，让更多迟缓儿尽早获得早疗服务。让妈妈把孩子带出来，一边买菜，一边让孩子玩玩具，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自然地完成了早期疗愈的一个宣导以及筛检，希望能够更多更多的家庭
在面对到家里有迟缓儿的时候，不至于这么怀疑跟恐惧。受到疫情影响，成立近44年的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已经有3年没有办过实体活动。这次与全联的募款合作，从即日起持续3个月，希望把这份爱心扩及全台湾各个角落，积沙成塔，让小小零钱也能发挥出无限大的力量。爱从一开始，1块无限大。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刑事局净化年前治安，破获黑帮跨境运毒组织，将第3级毒品 K 他命粉末装填在特制真空不锈钢瓶，并以树脂为品项，从德国寄到国内，总计查获了3公斤700公克高纯度的 K 他命，市值新台币2500万元。从不锈钢瓶里倒出来的粉末就是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刑事局去年11月接获情资，指出有航空快捷包裹以树脂为品项自德国闯关入境，内容物极为可疑。经与海关合力检查，发现运毒集团将凯他命粉末装填在特制真空不锈钢瓶中，逐一开瓶后共取出13.7公斤毒品，市值约2500万元。由于夹藏毒品方式隐蔽特殊，明显是国际运毒集团新研发的运毒手法。黑帮啊，组成所谓的这个运毒大联盟哦，以这个团购的模式，有一个主帮派啊，负责引进相关的毒品之后啊，那再来入股分赃哦。我们掌握这个消息之后啊，也扣下了这些航空包裹，我们发现啊，里面夹藏了13公斤的凯他命，市价高达2500多万哦。那由于我们啊这次啊就是打算要刨根溯源，要持续往上追，所以我们就拟定计划，不是以抓出面领货的车手，而是要持续往上溯源哦，来断绝啊这个黑帮的经脉哦。所以我们采取了引蛇出洞，以货追人，那而且以控制下交付的方式哦，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那让这个邮包啊持续来运行，以来查缉啊这个幕后的黑帮老大哦。果然也如我们所料哦，这个包裹经过啊这个4层的转接哦，4层的断点啊，他们利用包括洗车场的密闭空间，还有停车场的顶楼啊哦，来做交易的动作，交手动作啊，以逃避警方的查缉。那另外啊，我们在追缉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那歹徒啊竟然啊这个使用啊跟电影一样哦，这种高性能的轿车哦，来做这个运毒的冲锋车哦，以逃避警方的查缉。那警方啊，在尾随之初啊，也是有尝到苦头哦。但是我们运用团队合作、智慧跟勇气啊，也立即在杨梅地区啊，将这个犯嫌啊，全部逮捕到案哦。所以，我们一口气歼灭了由桃园地区啊4大黑帮哦，竹联信堂、雪鹰帮、四海帮及小人门帮所组成的跨国运毒集团哦。这个走私毒品集团啊，就是由帮派所组成，而且是不同不隶属相关的这个帮派，竟然为了利益相互结合啊，组成了这个贩毒的走私集团啊，这可见帮派为了利益他是不择手段的哦。那警政署也结合各县市警察局，成立扫黑专责的一个平台，你扫黑专责队会一波波持续性的针对黑道帮派来加以扫荡。我想从最近的几个个案，所有这个诈欺或者是毒品走私案件，都有幕后的黑道帮派所引申的犯罪情形哦。所以扫黑打击帮派就是我们在打击诈欺犯罪以及毒品犯罪是一样的一个方式哈。专案小组经多日深入追查，见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一口气分别逮捕魏南等7名嫌犯，并查扣毒品凯他命13.7公斤、装填毒品的不锈钢特制真空钢瓶48个、运毒用名车2辆、贩毒所得现金99万余元、行动电话10支等赃证物。全案讯后，将7嫌依涉毒品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全世界最知名的兔子米菲兔来到台湾喽！这一次首开先例，与台湾艺术家们跨界合作，在米菲身上大玩创意，超过300只各式各样的米菲融入台湾自然的环境、生态旅游、传统民俗及人文特色，颠覆你的想象。好可爱的米菲哦！随着音乐摆动身体，可爱的米菲兔一出现就吸引全场目光。这只全世界最知名的小白兔受邀到松烟文创园区 Long Stay 举办特展。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米菲兔首开先例，与台湾艺术家跨界合作，在米菲身上尽情发挥创意，配合兔年与台湾灯会重回台北市举办，希望米菲兔创意公仔展不仅应景，也能让台湾创作者有机会走向国际。不管做什么样的 IP 导入台湾，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台湾的创作者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走出去，所以那当然跟这个有一点像 crossover 或是有一点像联名一样，那我们希望先用这一个做一个尝试。松山文创园区是原创基地，所以我们很高兴呢，这次的这个主题真的可以跟在地的创作者设计师们共创一个新的我们讲说新的一个 IP 的一个风貌哦。那我觉得说让希望说我们的米菲兔这次的台北旅行呢可以愉快，希望说可以再见认识的更多的台北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尤其这样国际级知名 IP 愿意开放，让人在他身上随意创作更是难得，也赋予68岁的米菲兔新生命。我觉得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国际级的 IP 是不愿意让其他人在他的身上做文章的哦。这件事情一般都是国际 IP 它的一个限制，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主办单位我是文创，它确实的创造了克服的各种可能性。在这边也要谢谢荷兰方哦，我们 IP 的授权单位支持了这次的提案，然后让我们这次荷兰跟台北有更棒的一个缘分，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300件由超过200位艺术家、时尚学系教授、老师与学生所创作的米菲公仔，彻底颠覆大家的想象。其中这个以台湾传统美食昂咕贵作为斗笠，手里还拿着筷子的米菲兔，就具体呈现台湾美食王国的特色。阿薛老师呢，他其实是把他最喜欢自己最喜欢的昂咕贵，他自己最喜欢。然后呢，他为什么会戴个帽子？其实那是斗笠，他是把昂咕贵结合斗笠的意象，做成一个合理的造型，所以这个是蛮独特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放上筷子，就是他带米菲兔去这个体验一下台湾文化的这个昂咕贵的美食。还有正喝着珍珠奶茶及头戴中正纪念堂屋檐的米菲兔也超级卡哇伊，石虎米菲及地球米菲则彰显自然生态保育的重要性。不过最吸睛的还是这一只全身钉满螺丝钉的暗黑米菲，就是它一般通常都会有阳光的跟黑暗的，它是黑暗那一面的，我觉得，对，对，我觉得那个把钉子放在上面很特别。然后让我联想到南部有一个也是观光的监狱，然后里面也是有用一些钉子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金属配件，也不是配件，就是手链、脚镣那些的去制作的一些艺术品，我觉得蛮好的。本身有玩乐团的创作者王俊龙说，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只米菲，因此他连续48小时几乎没休息，将3000根螺丝钉锁在米菲身上，打造出震撼度十足的暗黑版摇滚米菲。就是 idea 是来自于他的嘴巴。因为米菲他的最大特征就是嘴巴那个十字，对，我直接一点想到那个那个就是螺丝钉的那个十字，我说我把这个符号扩散到整个这样，让它变成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硬，非常的 hard rock。知名艺人铁夫则选择以烟火作为主题，希望为艺后新生活带来前进动力。通常跨年啊这种大型晚会都会有烟火，好久没看烟火了，我就想说这种正面的期望可以留给大家，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创作。除了琳琅满目的创意公仔，现场还有全台独家的米菲光影互动体验区，民众在纸上作画，再由工作人员将作品扫描后，荧幕上就会出现穿着游灵设计衣服的米菲兔，相当有趣。更有意义的是，这些展品最后将会投入义卖，所得全数捐给台湾11家儿童相关的慈善机构。
呼应米菲关怀儿童的传统与初衷。我们这次的展品会全数就是最后会投入慈善义卖，那所得我们会捐助给11个跟弱势跟儿童相关的慈善机构，既可以支持台湾创意又可以做公益。八大精彩展区还包括米菲小秘密的创作巧思、作者原版画作等，还有米菲造型的台湾小吃，让您视觉味觉一次满足。想要收藏米菲梦幻单品的玩家也能满载而归。3个月的展期，邀您一起踏进超疗愈的米菲异想世界，开心迎接兔年的到来。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为了促进传统戏曲世代传承，传艺中心从108年推动传统艺术接班人驻团演训计划，经过4年培训，9团24人在结训典礼中齐聚亮相，展现学习成果。我不在马前，龟孙来。24名结业习艺生轮番上阵，在舞台上施展所学。传艺中心传统艺术接班人驻团演训计划迎来第一届结业习艺生，包含前台后场，涵盖歌仔戏、布袋戏、京剧、客家戏等多个剧种。每位习艺生在严格的训练下，不畏困难与艰辛，经过4年将近6000个钟头的培训，将所学呈现在艺师与家人的面前。其实这4年呢，真的是越走越感慨，因为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有蛮多比较年长的艺师，就是逐渐的慢慢的离开。那我自己身边就有大概2-3位左右的老师，就是离开了这样子。那当然他们的离开，就是让我们会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努力的坚持走在这条路上，不管他有多辛苦，因为讲真的蛮辛苦的。有时候我们需要5点、5、6点就起床出门。到7点必须要到演戏的地方，然后一路演到晚上10点半才可以回家。那中间的时间就是你必须要去演活戏，在外面演名戏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理解你应该怎么样在演活戏的过程中，后场的乐队应该怎么样跟前场做搭配，该怎么样去学习跟前场的演员沟通，该怎么样让这个音乐听起来更流畅，该怎么样让观众想要鼓掌。这戏当来真正老火老肝，讲实在的，阮都唔惊。上惊是啥物？得袂到朋友的支持、家人的关怀，伊家就是咱文化部各位长官对咱的一挂爱护。但是今仔日站在舞台上，相信咱这习艺生拢有感觉到。长官老师们对我们的厚爱，对不对？对。那崔凤要讲的是，老师今天呢，在我们有限的时间跟剧团呢这样紧凑的时间之内，这4年来，他们真的太辛苦了，真的刚你刚说的流血，对不对？流汗、流眼泪，对对对，所以该流的通通流了。但是还是坚持下来，这个就不容易。那老师要送给你们的就是所送的这个东西的意义，扇子代表文戏，法宝代表你的武戏，希望你们以后文武双全，还有台前台后你们都在帮忙，随时补位，那个就叫做德艺双全。它越是经典，是越是那一些名家在观众面前达到的最高境界。你怎么来？那你怎么要搬这玻璃啊？还有宽心。传艺中心驻团演训计划结合民间剧团与资深戏曲前辈，透过以演代训、以戏代工的驻团实务训练，培育适合剧种生态的新一代戏曲人才，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政策完善产业链，让传统艺术得以永续流传。
文艺中心呢，在推动呢，这个接班人计划呢，其实是把一条产业链，传统表演艺术的产业链拉起来看，从呢人才的培育、展演，一直到就业，我们把产业链拉来看之后，就会发现哪里有断裂，所以我们就会开始用计划去补这些断裂。然后呢，能够透过文化部的支持跟传艺中心的去执行，能够把这个表演艺术的支持，传统表演艺术的支持体系给完整的建构出来。今天的驻演的这个驻团的演训，就是人才培育的开端。经过了四年的有成，我们接下去会为大家呢在推动呢青年入团。所以今年的24位的习艺毕业生中，有13位，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有13位加入了青年入团，开始你们正式的职涯的第一步，也开始成为每一团的珍贵的资产。那么呢，如果没有加入青年入团的，我们还有宜兰的传艺园区，是一个呢提供展演的一个机会的场域，所以我们也会有驻园的这个演出的机会，也欢迎呢所有毕业生脚步不要停，继续你们的生涯，继续走你们所想要的路。那在特别的也要说明一下，我今天特别去查，在2018年有61位习艺生，61位，只有24位吃的苦中苦，毕了业。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路上，你们绝对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发亮，成为人上人。先祝福你们。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有一个受证典礼？我跟各位报告，也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在座作为很多的这个大师级的艺师，那么过去在他们那个年代创造的，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骚，创造一个时代的共同的辉煌的成就。但是呢，他们就很担心说啊，为什么都没有传习，是不是可以模仿法国这个艺师大师级那种一代一或一代多的，就是老师亲自授课。那我们跟他报告说，其实我们已经有在进行了。他说那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所以今天说特别一个公开的受证典礼。这受证呢，其实有几层意义嘛，一个就是感谢我们大师级的过去辉煌的贡献，同时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所学传承给下一代。第二个也是我们恭喜我们这个毕业的结业生呢。经过四年淬炼，数千个小时的考验，昔日青涩的习艺生们即将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演员与乐师，传艺中心也将提供更多的舞台，让这群戏曲新秀在传统艺术领域展翅翱翔。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仁爱基金会邀请长期关怀弱势的艺人浩子和阿翔担任爱心大使，献上年菜佳肴，希望能为韩市守住新年的第一餐，并号召民众共襄盛举。将熟悉的旋律改编成韩式吃饱歌曲，艺人浩子和阿翔响应仁安基金会韩式吃饱30活动，担任爱心大使，除了展现歌喉，更为韩式献上年菜佳肴。今年60岁的阿星因为车祸脑出血，留下无法根治的后遗症，在医院花光了积蓄，家人不愿照顾便流落街头，在仁安基金会平安站协助下慢慢恢复体力。而出道时曾经走过人生低潮的浩子与阿翔也深刻体会，希望呼吁社会大众共享盛举，为韩式守住新年的第一餐。它这些东西都只要隔水加热或是直接打开就可以直接食用，那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也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个樱花虾米糕，隔水加热就可以吃到我们传统的点心米糕了。从通常版的来讲的话，米糕是非常重要的主食。对哦，你前面吃一些什么，比如说也有北菜肉嘛，有北菜肉，北菜肉底下还要黄金白菜卤，黄金白菜卤，北菜肉啊，白菜卤通常都是吃在前面嘛。对对对，到差不多第5到第6道的时候，米糕上来就要搅拌，搅拌米糕，我们都一定有准备的。哦，让这些孩子们好处理这样。你看过年总是要吃个
卤猪脚吧。哦，这地方赞赞的，赞好像要让自己有更加有富贵的感觉。贵运呐，贵运来拜礼啊，愈来愈好啊。哦，还有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年年有进鱼。有肉有鱼，对大家呢，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团圆，妈妈总是会有一条鱼，玉尾鱼，她说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要年年有余。那这些孩子们也需要，是啊，我们也准备好了，来，还有五福嫩骨包，那是煲汤啊，对，啊煲汤啊，啊这个天气这么寒冷，尤其是你看这两个礼拜有没有超冷的，能够脚休息啊，那熊赞啊，喝个热汤好像很好睡，对，舒服。哎呦，还有这个肉松可以保存很久啊，对，一直保存着，而且这个封口袋也是非常的贴心，然后大一点还可以保留着，对，未来还可以继续食用，没错，啊你两位煲起来身体，人参糯米鸡，哦这熊赞，太好啦，嘿啦，有惊喜。对，你看，我们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提袋，红色喜气的提袋，把这年礼，600块，让这些韩式哦，可以让你脚巴巴这样。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要给韩式来一个热乎乎的尾牙啦，对呀、因为最近天气这么冷，它有一些它比较清寒的，或者有些是单亲妈妈还带着小孩，在这样子的天气，它可能没有一顿温饱，所以浩小祥你要跳出来呼吁大家，我们今年的业绩值就达到40%而已。对。尤其是到这个岁末年终啊，各个大企业啦，哦，都在办这些尾牙。对哦。那这些辛苦的韩式朋友们，他们也想要就是啊，吃一顿好吃。对啊。那在岁末年终，大家有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一起来帮忙。这今天的主题非常简单，红包500块。500块。那年礼大家看到这个七样菜哦，600块。对。啊，让这些辛苦的这些韩式朋友们哦啊，可以吃的一顿温饱，这样呼吁大家。可以认领一个红包，也可以认领10个或100个红包，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都欢迎。有一些人他在受苦，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街头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其实他是在外面的，然后吹着寒风，他甚至要在外面这样过了一整个晚上，而且是每一个晚上。所以我们每天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受到刺激，觉得我们该跳出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帮他们送上暖暖的年菜也好，送上一个爱心的红包，这样让他可以吃得温暖，也可以拿得很暖心。今年的冬天非常的冷，然后没关系，有我们，有红包500块，还有年礼600块，这样子。我觉得这一段话给大家不见得是一定给韩式，我想韩式也受用，也许还有很多朋友也受用。就说你人在低潮的时候呢，你每走一步都在往上坡走，所以都不用害怕，大家都在帮助着你们这样。我们这次是第33届的韩式吃饱30活动，那这个活动到今年是第3年是用送礼到家的方式来做服务。那其实我们在疫情的这段时间，社会经济上其实是大家比较紧绷的，那我们在募款的过程其实也是很紧张的。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基金会只有募到40%的费用，那其实距离我们活动开始大概只剩下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其实是希望说可以获得大家的肯定跟支持。这次活动会请到号角响起他们这个团体来，其实是之前我们也有看过一些他的新闻，其实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刚出道的时候也曾经有过比较不是那么红的状况，对，所以在一刚开始出道的时间点，他们也遇到可能甚至房租缴不出来的情形。那其实在我们自己服务的对象里面，很多都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他们很坚持，很努力继续下去。我们也希望透过他们的呼吁，也来鼓励我们的韩式，就是不要放弃。然后对于他们自己，即使遇到现在的状况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都愿意拉他一把，我们把手伸出来，也希望他们把手伸出来，可以一起走下去。那这一份在韩式吃饱三十这个活动的这个年礼跟红包，其实它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希望说能够让他们觉得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但是社会上并没有忘记他们，然后大家也还是持续有这样子的温暖跟关怀，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力量，然后继续走下去。其实我们在今年啊，是一整年下来都走得蛮辛苦的，对，所以真的也蛮需要就是社会的支持跟肯定，对，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在明年在年初要发送之前能够达标。
韩式吃饱三十尾牙活动因疫情由板桌共餐改为一一亲送年礼到服务个案手上，基金会期盼各界用行动支持认捐年礼经费与红包，帮助弱势过好年，让温情满人间。红包500祝韩式，年礼600过好年。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根据卫福部统计，每三位糖尿病患者就有一位衍生慢性肾脏病问题，但调查却发现有半数以上糖友不知道自己有潜在的肾病变风险。因此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台湾肾脏医学会、糖尿病卫教学会共同针对糖尿病肾病变提出共照目标，提升病患的健康势能与完整照护。糖尿病是造成肾病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血糖如果控制不佳，会不断伤害肾脏血管，长期可能导致肾功能恶化。根据健保统计资料，罹患糖尿病将增加14倍因慢性肾脏病而住院的发生风险。台湾的糖尿病病人，目前大概我们有250万人的糖尿病病人。那根据一些流行病学里面，大概有将近17-20% 的所有的糖尿病人可能合并有糖尿病肾病变。那如果说再更精确一点，从台湾的P4P 照护品质加入共照网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流行病学来看呢，大概有1/3的糖尿病病人有所谓的糖尿病肾病变。这当中呢，我们当然也看到每年的新洗肾的病人当中，台湾的心肌肾病人当中有将近一半的病人是罹患有糖尿病，所以我想糖尿病跟肾脏病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啊。这当中的密切当然牵涉到所谓的血糖的控制量表与否，还有血压的控制，还有许多的生活形态血脂的控制呢，跟药物的应用呢，都跟糖尿病的病人是不是将来会变成糖尿病肾脏病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过去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加入共照网跟没有加入共照网，其实在他们很多的临床的预后有很大的差距啊。这包括有加入糖尿病共照网的啊，那刚刚也看到了我们加入糖尿病肾病变共照网的，他未来的肾脏病变的恶化会减少61%啊。那我们从其他加入糖尿病共照网的人，他未来的死亡率、中风、心血管的发生率也会减少差不多1/4以上，所以接受这样一个结构式的一个照顾呢，我想有它的临床上的必要跟重要性。那这个当中，当然我们也让透过结构式的照顾，让提醒医疗端，他应该要定期的对某一些检查要去看，然后要去了解，然后对于某一些的治疗的目标，那要去了解。那从病人端来讲，他也可以透过这种结构式的照顾，了解到他自身目前所处于的疾病的风险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他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在日常生活上面呢，应该要避免哪些伤害肾脏的这些药物行为等等呢？我想这有他的结构的这个照顾的一个必要性。在9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所谓的糖尿病的论治计筹方案。那100年，我们又推动的所谓的初期慢性肾脏病的论治计筹方案。那这两个方案呢，都是各自独立的。那所以，如果一个病人他有糖尿病又有肾脏病的话，他就必须要个别加入这计划。那个别加入计划的话，一方面对病人他的时间上面就是他必须要多次的来就诊，那对医师来讲，他也是各自独立的照护，那对病人的整合照护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方便跟好的事情。那所以那我们就跟各个协会来共同讨论，那协会里面他们自己也觉得应该是要所谓的全人照护。那如果能够给予病人完整的照护的话，其实对这个病人的照护能够一方面效率能够提高啊，另外一方面品质也能够提高，这样子的话对病人来讲是最好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今年的3月推动了这个整合照护的计划。那也的确在协会的协助之下，大家都觉得彼此之间应该互相沟通，那我们也很乐见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政府为了要支持跟鼓励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健保署每年就额外除了原有的照护，并且 每次去看诊的照护以外，我们额外编列了将近大概14亿左右的费用，然后让这些真的真心付出的医疗院所跟医护人员能够拿到应有的给付，而且也鼓励他们尽量来参加这样一个照护计划。因此，推动糖肾共照是未来趋势。糖尿病患者也需自觉肾脏功能数据，了解肾脏风险分级。有糖尿病病友呢，平常呢，是不是有所谓的泡泡尿啊？是不是脚会水肿？是不是有高血压啊？那是不是会觉得有贫血？会不会觉得疲倦等等啊？我想这个是平常对于肾脏病自身的一些症状的一些警觉啊。当然，很多的事情呢，糖尿病肾病变在早期，它其实是没有症状的。那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透过筛检，那定期的筛检，才能够来知道我们目前身体的状况。那哪些筛检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不是处在所谓的糖尿病肾脏病的早期呢？我们透过尿液的一个简单的白蛋白的一个检测，还有我们这个肌酸酐，也就是肾小球过滤率 eGFR 的这样一个检查，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目前糖尿病的肾病变是不是有处在早期的一个阶段。当然我们也看到对于糖尿病肾病变，对于有蛋白尿或者是它肾小球过滤率，都可以告诉我们的风险到底是处在一个绿灯、黄灯、橘灯呢，还是红灯的状态。那这个部分呢，都可以提供在每一次的反诊的过程当中，透过检查，那患者我们病患糖友也可以跟医师做很好的商量，那接下来的去讨论应该提供怎么样最适切的照顾。那最适切的照顾，其实在新的这个我们糖尿病的治疗的指引里面，特别是针对肾病变的治疗指引，我们糖尿病学会每一年都会针对这部分做定期的更新，跟国际接轨，提供给糖友最适切最好的药物的治疗的照顾。糖尿病发病率中，年轻族群逐年上升，三个学会也立下提升病患健康势能的合作目标，从小学开始及早建立预防认知，防止糖尿病及肾病变发生。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为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迎接今年5月的百年校庆，安乐国小邀请杰出校友2020东京奥运金牌战主审季华文回到母校，与学弟妹们对话，分享成功经验。满怀着棒球梦想的年轻人，没有在遭遇挫折后退缩，而是努力不懈，最后站上体坛人士最向往的五环殿堂。奥运金牌战主审季华文首度前进校园，跟学弟妹们分享从棒球看见全世界。有梦最美，逐梦踏实。逐梦的时候必须要有所谓的计划，那计划但是慢慢的透过的一个步骤，那去完成它。在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小学弟妹们做足功课，翻阅季华文大学长的经历，在百年校庆的系列活动中见到了台湾之光，把心中的疑惑问了一遍。最基本的生活作息要正常。
从在小学最深的记忆到棒球打蜡的专业知识，季华文来者不拒一一解答，除了让孩子们很有收获外，更能坚定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也是想当棒球选手，所以今天看到他，我很高兴，很荣幸，然后很开心。我很喜欢季华文，希望未来可以跟他一样有很多的成就，为国家贡献我的才华。听完演讲，让我对棒球有了更多了解。那我今天也非常庆幸能和那个季华文这个大学长，就是访问他一些问题，让我了解到他更多的东西。亲切的与孩子互动，分享在国际赛上执法的点滴，鼓励孩子们设定目标外，还要不放弃的执行，终究会成为亮眼的一颗星。学习的态度跟棒球一样，中间会遇到困难，但是呢，遇到困难怎么样的临机应变，可以让自己成功。今天在学长的分享下，孩子都学到了，非常的棒，这是孩子的福气。对孩子呢是相当的影响力，而且是一种启发。一所学校可以有百年的历史，由我们肖校长带领我们一起回顾这安乐国小的百年历史，真的是难能可贵。安乐国小迈入百年校庆系列活动，邀请杰出校友回娘家，奥运金牌战主审季华文受挫后依然努力不懈的故事，带给小学弟妹们满满的力量。安乐国小，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基隆市政府将在1月19及2月10号在东岸商场一楼举办“琴音有爱，暖游基隆”的活动，特别邀请到国际视障钢琴家，被誉为贝多芬在世的许哲淳现场演奏钢琴，欢迎市民到场近距离欣赏。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落实选前的政见，正式宣布基隆在地知名的国际级视障钢琴家许哲淳为基隆城市音乐爱心大使，希望透过温暖的音乐推动有爱城市理念。许哲淳也特别现场弹唱献给小爱爸爸谢国良，现场的音乐演出感动了每一个人。W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谢国良市长聆听时被许哲淳的音乐触动，想起小爱的医疗状况不禁眼眶泛红，一旁的社会处长杨玉新、官销处长郭季也都深受感动。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这真的很棒啊！那我是觉得，因为在认识他的过程中，我也觉得他能够克服他的困难很了不起，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正面鼓励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个正面鼓励的力量，我希望能够把它散发出去，鼓励更多的人，就这样。我基隆是我的故乡，那我的故乡就是我的音乐没有办法在我的故乡能够感动到我故乡的人，我觉得好遗憾。所以未来我希望真的能够尽我的力量，然后呢，能够用我的音乐来温暖基隆人。基隆的民众，这个文字语言都有它一定的限度，那呢超越了文字语言的情感表现，那就是艺术。好，那在众多的艺术里面，音乐的艺术格外是直接与人的灵魂来沟通。观光与城市行销处表示，基隆子弟许哲淳出生时双眼失明，五岁就开始苦学钢琴，13岁获得国际身心障碍青年音乐家首奖肯定，因此被誉为贝多芬在世。这次特别邀请他当基隆的城市音乐爱心大使，首次演出“琴音有爱，暖游基隆”活动，1月19号星期四及2月10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到6点，在基隆东岸商场一楼展开。琴音
有爱，暖游基隆。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欢迎回到中嘉新闻现场。一名诚信钓客在东北季风盛行时前往基隆屿矶钓，没有想到礁石太滑，一没站稳就意外落海。幸好他有穿救生衣，在海中等待船只救援，平安脱困。茫茫大海中，一名穿着救生衣男子在海面上载浮载沉，船只不断地试图靠近，但风浪真的太大，溅起阵阵水花，遮住了视线，眼看难以挺进，船长只好转向，最后终于将男子救起。那东北季风期间其实是基钓的旺季，那东北季风的时间当然海浪海流都会变化相当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时间也是海藻生长的季节，所以礁石上也容易有湿滑的现象。基隆屿礁石上发生了钓客落海，所幸他身上穿有救生衣，男子立即将胯下绑带拉紧，先救自己一命，随后顺利被船只救起。所以呼吁钓友来从事这个基钓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穿好救生衣跟钉鞋，那要随时注意这个海流变化的情形。那如果不慎落海的时候，也不要紧张，不要慌张，那尽量呢保持稳定，然后向往礁石以外的往外海去游，不要急忙的往内礁去游，那很容易造成这个湍急的海流，让你在礁石之间容易产生更大的一个伤亡跟意外。专家就提醒民众，基钓一定要记得穿救生衣和钉鞋，要是不幸落海，不要急忙着往内礁游，而是顺应海流等待救援，避免湍急海水更造成惨重伤亡。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嘉集团关心您。